刘云飞，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在江湖飘啊，只练会一招，脚底一抹油，回家最大叫。你骂什么？人在江湖飘呀飘，只练会一招。 这就是我柳云飞的一个梦。这个才是我，炉不灭，燃万年火。等等，钩长挂，钓百味鲜。 这里呢，就是远近闻名的上京烤鸭店，我是这的少东家，煎跑堂煎银鞭煎。刘云飞，你干什么呢？怎么又把你爹的刀拿出来了啊？能不能行了你？都别跑了！<笑>看走眼了吧？她可不是我娘，她是我发小，只是长得很娘。我要是这烤鸭店的吉祥物，那她就是大管家喽，就没有她不管的闲事儿。哦，对，她叫龙九。 吃剩饭。哎，哎呦，每天来只负责。好，全包了，又毛病吗？你们都啊？怎么又来了？干嘛呀你？我的烤鸭是靠你的帅，名扬天下的吗？的吗？门前大桥下。 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片片，肚皮一十，皮肉八十，片条，肚皮一十，皮肉七十，片皮肉皮三十，肉六十，撒金玉满堂，画吉是成双，胸口碎一摔，好鸭端上来。云飞，哎，还愣着干嘛？想菜呀？ 你没好累点。春寒侧刺掩重门，金鸭香残火上温。您的烤鸭，请慢用。玉鸭熏炉咸瑞脑，猪鹰斗帐引流苏。您这桌菜也急了。没气没气，还差一个，一个。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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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上菜去上菜去。哎呦。 哎，婆婆，我这里有半瓶面浆，哎呀，扔了可惜了。这你给我这烤鸭子啊？臭乞丐！什么玩意儿啊？
你们现在这些要饭的套路也太深了吧，拿半瓶面酱就过来要烤鸭，你要拎半瓶醋我还得送你二斤大闸蟹打了，快滚快滚。乞丐不是人啊，我之前不也是乞丐吗？啊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伯伯，来的都是客，您这边请。恭迎庄主。服不服？庄主武功天下第一，谁敢不服？我是说服不服？我起来。庄主，您还没有发话。服服服！慢点慢点，小心庄主。庄主没事吧？确定是这里吗？您看，挑战书上写了上京烤鸭店，就是这儿啊。正门人多口杂，姑帮您选了走后门，安全第一。我每天躲在第一山庄里面，这些傻老百姓有谁认识我陈秀？嘿嘿，陈秀。鸭子再肥一点就好了。你家不是果木烤吧？慢慢吃啊。龙九，我好像恋爱了。傅子桑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放心好了。哎，九儿，这是我的最新发明，祖宗八倍镜，能透视穿墙，一览无遗。上次让陈秀跑了，这次一定要为师父报仇。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逼师父让出天下第一，陈秀绝非等闲。我们小心为好。哇哇哇！鲶鱼精入网了，你确定吗？看清楚了吗？在哪儿？仔细看看。错不了，你看那对长得一样的小蹄子，你跟来了。陈玉佩，有师傅玉佩的就是陈秀。哎，看到了吗？看不到啊。哎呀，看不清楚啊。你看啊，陈秀老贼果然诡计多端。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空有一身本领而迟迟不去外面闯荡江湖，还偏偏在此做鸭店的少东家。今天答案出现了，命运让我柳云飞在此遇到你，可否赏个脸，余生做个伴？你们这是创意菜吗？叫什么名字儿？秀面芙蓉一笑开，斜飞宝鸭趁香腮，这叫往后余生。你知道什么叫劫后余生吗？怎么，名花有主了吗？别乱说，这两位是我师兄。哎呦，这不仅人美，声音也醉人啊。
敢问姑娘芳名？小仙儿，不要告诉他。小仙儿，也太仙儿了！我打死你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你啊！算了算了，来来来，你快看看，这都吃了霸王餐了。陈笑，快去找找。都这样做生意，我不想赔死你，对不对？还想娶媳妇？去个屁呀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。爹，给我钱，我要娶她。你就瞧瞧他那个小身板，他能生儿子吗？他就是。跟你俩说了多少次了，看住那个小祖宗。庄主，除了平时陪您出去比武，其余时间我们都是轮番休息，日夜地方小主的。是谁把挑战书换成外卖单的？还这么难撕，是我自己吗？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害我跑一趟什么臭烤鸭店，气死我了。你俩怎么还不去？您还没有发话呢。去去去！庄主，小主肯定不在。为什么？啊？刚才在烤鸭店，我们就发现了您的玉佩。你俩把他给我抓回来！胡椒族害，无为蒋府。顺风很浪，逆风更怂。你就是陈晓。我终于见到天下第一了。咋个？陈秀是个女的。废话少说，这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好，不问流派，但报雅名。啊？我是说，你叫什么？我不打无名氏。我叫王富贵。行行行行，出招吧，出招吧。你看那事情够不够满年天下第一呢？明年也许，不半年，不一个月，一天也许，一天就一天。气死我！你装什么装啊？赶紧出招啊！出啥子招啊？我不会武功啊。你不会武功，你与你姑奶奶约陈秀出来比武？我就是想买过天下第一当哈，过过瘾。过过瘾？就算我把这玉佩卖给你，你也当不了天下第一啊！有他妈叫王富贵的天下第一吗？我他妈打死你！不打！哎，对不起，我赢是吧？啊！天下第一，想得美你！Thank you.
行吗？陈生，你不回头的。有什么不行的？爹，儿子再回来，就是天下第一了。你好好睡，啊。出去 啊干嘛去？找人啊！哎，有你什么事？门锁了。鸭子、喂、盘缠带了，刀借了。大师傅，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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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感觉还差点什么啊。对了，不是谁，我在哪儿啊？跟我去找陈秀啊。陈秀，你喂个瘪犊子，你找姑娘打着我干嘛啊？我还没有回去。刘云飞，有你这么当哥们的吗？那陈秀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上天都眷顾我。大师傅那天听到了陈秀住在第一山什么什么的，我也问过碎嘴子了，他说出了这城再绕过那城，就到东边就有个第一山什么的。我管你第一山什么什么的。刘云飞，你说你出来什么行李都不拿，你还把你爹的片刀给拿出来了，你不怕你爹一着急撅那儿吗？哎呀，不会，他正哄你娘呢。哎，你说我们家龙秀他还能回来吗？能，一定能。你把这口水喝了，我保证他能回来。对，别哭了啊。哎，别哭了啊，快喝了。哎，好啊，真好。各位女同胞们，看到了吗？站！就是教训他。你们都有孩子，嗯，孩子的教育要从小抓起。你们想一想，今天你的孩子可能还是个乖乖子，但是明天可能就会离家出走。我家闺女就不会离家出走。你这不废话吗？我有病！你家孩子有病？你家孩子有病呢？呸！你家孩子有病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都是啊！我说他还没有说你，我一会儿再说你。你看看你家孩子长得这样，骂我孩子吗？你这是！哎呀，你干嘛扔我裤衩呀？你居然敢扔裤衩！你要扔我裤衩！没有孩子长得小嘴巴巴的，我告诉你，孩子叫你从小抓起，你这个老妈哈憋在那儿开啥汗？你再指我一下，你再指我一下，打死你！说是拿着师傅玉佩的人在此比武，这是陈秀没错，可是这不像是打斗馆啊。没想到陈秀的武功已经出神入化到如此地步，难怪师傅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有。那飞哇，师傅的寻隐启事就剩这几张了，我们还贴吗？嗯，贴，就剩最后两个城了，一定能找到师傅。
这边的叫这车，那边的叫那车，我们先去哪个？哎呀，随便啦，不过我们得先抓一点车嘛，不然大家都要饿肚子嘛。哎，小仙儿，你画师傅的画像画得还挺像的，还挺传神的，不过有把师傅画美了啦。Go。 我叫龙雨墨，我是一个诗人。几天就想找个能打的，今天终于安排上了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今天这个天下第一，我买对了。买对了？你又是谁啊？我叫四富贵，那个招牌是我写的。那刚才？刚才那个是我村有名的华婆婆。武功高强，我也不知道你干啥要打他。但是你打的时候，是行云流水，不拘一格，天花乱坠，五体投地。你看能不能买你的天下第一？能，还是不能？能不能买？你跟我说，能还是不能？奇怪。怎么都是找我爹做买卖的？哎，哎，哎呀，跟你说话呢！我当我的，我当啊！你叫什么富贵来着？四富贵。别挡路。那个石，这附近有什么旅店没有啊？这附近有村东头郊外。有一个第一山寨，第一山寨，第一山寨。哎，那个碎嘴子不是说那个第一山什么什么的在那村外边吗？哎，我就说他不靠谱吧。不管了，为了我这天下第一。进去看看去，啊！撩妹就撩妹，装什么幼稚青年呢？
这一个个，这分辨率长得有点低吧？也不全是。这女的长得挺妖啊！别住手，仔细看看有没有带陈秀玉佩的。我兴许那碎嘴弄错了，没准这就是陈秀老巢。哟，还挺帅呀、啊！两位是大家啊，还是祖许呀、啊？大家，三朝河水万年流，门朝大海。这叫淫女，也叫春点，他这是跟咱盘道呢。啊，我跟对啊，一坛老酒喝下去，咕咚咕咚。哦，那你们俩可得把这杯酒干了。来，干干。叫无名酒啊，这无名酒呀就是让你忘了自己叫什么。哟，这小模样生得真好看，留个活口明天送去彩虹楼做鸭啊，是不是呀？他怎么知道我是做鸭子的？那跟咱说不是一个事儿。有人吗？没听见吗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啊？不做生意了，再不出来我砸店了啊！来了来了，三朝河水万年流，门朝大海，一派东山千古秀，地震高亢，真棒！这两位是山匪。哟，这个山匪还挺帅啊。大妹子，快救救我们，那帮人要把我们卖去做苦力啊。别喝那酒，别喝。六云飞，别喝。你怎么不拦着我喝呢？六云飞，大姐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呀？这酒下来又别喝，你还是快跑吧。嗯嗯，大姐，你快点容我容，俺站不住了呀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贼喊捉贼。啊！
他第三三，我家那是第一山庄，连你陈秀爷爷都不认识了。陈秀，哎，你就是陈秀。干嘛？不用谢，我也就是顺路救你。我们不是要谢你，我们是要揍你。哼，没事吧？打我！你个白眼狼！你走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玉飞，我快快来找你！玉飞啊，玉飞，你别吓我呀，玉飞！玉飞，你别吓我呀，玉飞！咱找大夫啊，玉飞！哎，玉飞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，玉飞！再加一点。来一个啊！拿好啊，慢走。姑娘，看看。欣姐，有没有大夫啊？有没有大夫啊？那边有没有大夫啊？玉飞，玉飞，你别着急啊，咱这就去找。去去去，别看。有没有大夫啊？吗？还行吧。啊，还行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没玩尽兴呗。我跟你讲，爹，嗯，那些找你比武的，没有一个会武功的。倒是有个柳云飞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是第几次冒充我了？啊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来看看看看看，上上下下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吗？啊，说。你干什么？哎，那您看看您自己，还有一点天下第一的样子吗？您自己蜗居在这个山庄就行了。我可不像你那么怂，小女子见识。当年你爷爷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，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今儿让你挂彩，明儿就能要你的命。你听听听听，多么有哲理的一句话啊，明不明白啊？谁说我一个人挂彩了？
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多厉害？我打多少人你知道吗？你还说我一个人挂彩了？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，我一个人打了那么多人，凭什么说我一个人挂彩了？你凭什么说我一个人挂彩了？我是你爹，我说你两句怎么了？凭什么说我？我就说了，不是我一个人挂彩吧？你们俩把他给我盯住了，再冒充我出去跟人约架，我拿你们俩试问。女儿管不住，就知道跟我们俩来劲。要不是因为对我俩有救命之恩，何苦跟着他？算了，玉佩庄主已经收回去了，咱们俩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没有。小主估计被那个柳云飞气得睡不着觉吧。你是说那个被我们扭断手筋脚筋的那个？长得也太难看了吧。是啊，不像前面那几个。好看呢。嗯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可惜啊，杀了。可惜了。你们两个睁眼瞎，回来再跟你们算账。柳云飞，你还不能死，咱俩还没完呢。怎么了，云飞？你叫我什么？我能这么叫你吗？那不行，我要矜持。当然可以了。云飞。哎，这是梦吗？你再叫我一遍。云飞。哎。云飞。嗯。你这到底怎么了？你这样我好心疼啊。我怎么了？我有点冷。冷，云飞，你还冷吗？云飞，不冷了，我、我有点晕。晕？啊，云飞，哎呀，你还难受吗？难受。没事了。习惯就好。他就是这么臭不要脸。你们小仙儿能不能出去一下？我想和柳云飞单独说几句话。走啊，这过来，想坐好啊。好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叫做好吗？你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是为了你才去找陈秀的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天下不天下第一的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我，
我……你完全不用自责。其实这样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能行。我是想说，你看到陈秀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谁？啊，你就这么不近情面的吗？你好歹形式化的安慰安慰我嘛，我好歹也是为你。哎，算了，当时他旁边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姑娘，高手呀！你不是小仙儿，你是半仙儿啊！哎，你看看这个人，当时你看到了吗？这个。啊，这里没有了，快点！哎呀，别偷听了！干嘛？哎呀，啊，看，见没见过他？快拿走！没见过！我估计他长成这样，自己也不想露面吧？你怎么说话？你说话注意点！这可是我们的师傅金一刀。其实细看长得还挺 OK 的。长得挺超现实的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老姨夫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老姨呢，跟他风风雨雨这些年也过来了，主要吧，就是因为感情在啊。我们师父当年一十有六，就摘五举桂冠，备受老皇帝青睐。一十有七，就任总军教头，力保中原安泰。一十有八，远渡东洋，得多种流派刀法归国。一十有八的下半年，被老皇帝逐出皇宫。为啥呀？因为小皇帝说啊，他只要看到我们师父，就会想呕吐。你好，我叫后手骚。从此，师父叱咤武林，独霸天下第一称号数十载。内忧外患，其实都是师父一人悄然平定的。可小皇上还以为是他洪福齐天呢。再后来，朝廷待人不淑，师父为人耿直，便执意离开了。好美。刘亦菲，你有在听吗？刘亦菲。啊，我听见了。你说什么都对。这是我们大师兄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儿？闷倒驴。对，这不重要。里面是我们最美丽、最可爱、最温柔的小师妹。啊，别说了，我知道啊，满分儿。就是因为他，哎呀，红颜祸水，告诉你，这趁自己长了几分姿色，在这块祸国殃民，真的是。我告诉你们，柳云飞，哎，就是被这点美色给迷惑了。你好，我叫冷角。哎，那个你们师父呢？几年前，师父被陈秀约战，有去无回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说来也奇怪，师父的玉佩怎么就到陈秀那儿？他还成了江湖上的天下第一。那你们去找陈秀问问，不就知道你们师父在哪儿了吗？不是我，哎呀，主要是因为陈秀啊，比师父还难找，神出鬼没的。啊，我知道陈秀在哪儿啊。小仙儿，你上次说我打败陈秀变成天下第一，你就会嫁给我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我觉得是你在开玩笑。你怎么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？你这样家人有多担心啊？
我没开玩笑啊，我想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做不成了泼妇。刘亦菲，小仙人啊！你们俩干嘛呢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哇哦，美好的夜晚。有办法找陈秀了，小仙儿。我知道陈秀在哪儿啊。我知道陈秀在哪儿啊，真是。你们都闯荡江湖，都多少年了，我哪知道陈秀在哪儿啊，真是。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们是不是要故意躲？你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是不是飞哥？你说这事干什么？谁允许让你说这事的？啊，对，让他去把陈秀灭了，我娶谁去？我娶你啊！也行。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？你说知道陈秀在哪儿？你还骗我？你凭什么骗我？你好了，你别吵了。你这人。大师兄，你冷静点，你们也冷静一下。大晚上这么激动干嘛？等会都不用睡了，哈？该休息了吧，师兄，你好累。其实是我好累，小仙儿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累？走，我知道，走，我们去外面走，走，走，我们去外面话家常，出席长谈，走。顺便提醒你们一下，如果想恢复武功的话，就跟我们走，因为只有咱才能治好你。你考虑考虑喽。来，坐好啊！别动！哎！你为什么袒护他们两个？你有病啊，无聊。我们寻遍京都27城，现在就剩两个城镇。现在这城我们找的差不多了，那个那城，师傅八成就在那里，我们何必管这两个拖累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师傅没教过我们见死不救。再说，柳云飞是因为我才受伤的。你是不是喜欢他们两个？我，啊，你脸红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们？我没有，那么敏感的呀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听我说啊，这个陈秀出现在柳云飞他们家开的鸭店里面，然后呢，过几天又找柳云飞比武，所以这柳云飞跟陈秀肯定是有关系的嘛，对不对？过来，靠近点，我告诉你们。肯定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我们明天就把他们两个一起带上，那个陈秀不就自然来找我们了吗？要不要叫他俩？哦，拜托天哪，真的不要。小仙儿，小仙儿，走啦。看什么呢？走，真是，我们要引鳖而入瓮，欲擒故纵。还有什么形容词呢？死沉的柳云飞，你以后少吃点啊！是。等会儿。等一会儿，你们属兔的跑那么快，沉死了。奔丧去啊！
明天他有纳城，如果找到师傅，你就有救了。哦，那万一他不在那怎么办？哎，万一他要跟你玩躲猫猫怎么办？我们到了这城，他去那城；我们到了那城，他又去这城。那，你是不是不想吃啊？我可以吃你吗？我怀疑我是炸伤。你怀疑我？那倒不至于。你就为了接近我，那你撩姑娘可真够下血本的。但是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会为了我去和陈秀比武。其实，如果是别的姑娘有这个要求，你也会同意吧？你跟他们不一样啊，真的。哪不一样？因为你长得好看。我发誓，真的。哎，算了，我有点饿，你能不能帮我？等等啊！你干嘛呀？算了，你把我扶到那片小树林里行不行？龙九太累了一天了。你又做什么？我要尿尿啊。尿裤子吧你。你不管我了，我要尿裤子了。我叫龙雨墨，我是一个诗人。哪儿好呀？你吃啥？咱们是不是又回来了？这个不就是我们挨揍那城吗？这不就跟这城一模一样吗？哎，那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听我说，咱们是不是为了帮柳云飞买活血药，盘城儿都花光了？所以我们为了大家今晚有的地方吃，有的地方住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人最多的地方，例如在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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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盘城儿赚回来呢。包括你们凭啥呀？不是说好了让你们师傅给云飞治病吗？怎么还改行卖艺了呢？师傅又不是陈秀，想找就能找。就是你去。哎，走，来，走。走。你们不要理他们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除了吃剩饭我啥也不会呀。就我这样我能干啥？你不能挨我就能干了，我还得天天背着你，我还累挺呢。咱们先去看看他们怎么赚钱的啊。哎，知道了，肯定不知道要你干啥。那城的朋友大家好，鼓掌。哎，你们这都不用钱的吗？哎，这浪费钱真的好吗？快下去，我救了你们。快下去。洗澡是一件让人身心放松的事情，有的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，有的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跳舞，而我和你们有所不同，我喜欢洗澡的时候舞剑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把搓澡剑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使用方法。下去吧，快点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我还以为得有多厉害呢，这俩人。你还没一单生意吗？
完犊子，指不上你。我。刘云飞，你还笑？没有钱看你怎么买药。我看呀，你还是不太了解龙井啊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各位乡亲父老、大爷大妈，我这儿子英年早逝，一晚上就我以为你要给我钱呢，可怜我这身在异乡的妈妈也很长了，谢谢谢大家啊，啊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给你吧，是骗子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他们不信你死了。把那大雷给我，我给你找一回。谢谢大爷。哎，你闭嘴，别闹的。哎呀，我的儿呀！哎呀，这些女人呢都是水做的，这些岁数大的女人呢就都是泪水做的，你把她们整哭了，这钱就来得哗哗的，看着没。哎，对了，柳云飞那医药费多少钱？这个我想想啊，都给你，都给你好吗？啊，药呢要买最好的，住许呢要上房两间 ，OK 吗？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去喝酒，走走走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是不是这话太臭了？我一看就想吐，真的是。你说的对。龙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有气节之人，这种接来之事我们不屑，一股铜臭味，恶心！杨云乐林，吵了什么？你坐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。说云飞呀、啊，你小时候没有娘，我啊小时候没有爹，我俩太有共同语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爹小时候可老喜欢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小时候胖，长着鞋。你现在也不瘦啊。那他是不是有很多人追啊？那怎么能是很多人呢？那是相当多呀。不是催啊，上到81，下到流鼻涕啊，云飞偷吃啊！哎，你说云飞咋就能偏偏迷上你了呢？你说你哎，干嘛干嘛干嘛呢？哎，我们家小仙儿啊，嗯，小仙儿那是人中龙凤好吗？你柳云飞有眼光啊，喝吧。哇、哦！哎，你们快吃啊！你们不吃，我怎么好意思吃呢？你们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知道吗？你们找你们师傅需要让柳云飞跟你们走街串巷吗？不还想把陈秀给引出来？龙九，你误会了，我满分，你别说了啊，你可别说。哎呀，就是柳云飞喜欢你，这搞不好以后啊，咱们还能成为一家人，啊、是不是、啊，云飞？哎，云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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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叫柳云飞，我被两个长得一样的人拧断了手脚筋，又被几个丧尽天良的人遗忘在这里，我很饿，我还想尿尿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很慌。远处有动静，我好像有救了，我该怎么吸引他的注意力呢？啊，明天要换裤子了。
有没有见过？仔细看啊，有没有见过？哎，你没有没有没有，走开，见过这个人吗？你仔细看看。说来奇怪，见过这个人吗？衣装相近，我却在茫茫人海中只能看到你柳云飞。你这心也太狠了吧，我那么大一个活人昨天晚上被你忘在这儿，你这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就哪怕一个妞妞都没有吗？啊，丢了最好，带着你太累赘。哎，我是因为谁我才弄成这个样子的？哟，你这是碰瓷儿啊？你信不信我再给你补几刀？行啊，你补啊，你要是高兴打死我都行。来来来，你却在和别的女人调情。那没有没有没有，走开走开。你好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见过。嗯，给小点口，给我留点，吃那么多。好吃吗？吐出来。这个给你吃了。妈，吃了我的就要吐这个。怎么能这么说呀？多可怜呀。再来啊。你过来。待会儿把这个东西给那边那个叔叔，知道吗？嗯，去。呢？你能治病？我尝尝你的啊。给吃。吃这个。姑娘，你脉象蓬勃，刚劲有力，身体确实无大恙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心病。心病？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煮熟的鸭子不懂啊？飞了。姑娘，你的病我治不了。庸医治病岂不是害人？我砸了你的摊儿！不得我的鸭子会飞。姑娘，你招招阴狠，拳脚专打命要之处，你和我有深仇大恨吗？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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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是陈秀。陈秀？江湖规矩你可以不懂，但你有点常识好吗？陈秀他是个男的。龙就是个大骗子。不仅他骗了你，就连柳云飞也根本没有受伤。哎站起来了，你看，哎，你咋站起来了你啊？啊，小心！你等着！那个刺儿呢？小心！等等我！小心！这功你招来了，腿脚都利索了，我背你这些天啊，真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刚才那孩子给你吃的是我爹的镇宅之宝 C 位大还丹啊！你现在经脉愈合，体力恢复，功力应该还在原来之上一丢丢。柳云飞，咱俩两清了，是吗？那你那天为什么下手那么狠啊？那天是对错把你误认为山匪，才会下手那么狠的。要是我，我会下手更狠。你也是没事闲的，没事装点名字。陈秀，我确实不是陈秀，我是陈秀之女，陈玉儿。啊！我把我的宝贝大还丹给你吃，不是为了救你，
你那天耍阴招赢了我，现在你体力恢复了，咱俩好好打。啊！你们富二代都是变态吧？别打岔。行啊，我跟你打。要是我赢了，你跟我去见我爹；要是我输了，你输了我也跟你去。哎，你说的啊？你们先打着吧啊！小心啊，小心儿，小心儿，师父的寻人启事都被人接走了，而且那人超级怪，我问了好多人了。还有没有多余的寻人启事？我去找一下。你回来回来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你说会不会是包子店老板拿去当包装纸了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。天哪，你不说会被人故意破坏。你听我说，你行了，别说了。都是你。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再找不到师傅，陈秀这条线索也断了，怎么办？断不了。我知道陈秀在哪儿啊。快去把我爹叫来。是。快去禀告庄主，我们走。小祖宗，你这又是玩的哪出啊？啊，他是谁啊？这是上次打伤小主的山匪。爹，他叫柳云飞，是个卖烤鸭的。你为什么带他来庄上啊？我们说好了，不管输赢都来见你。为什么呀？啊！我，爹，你呀，替我慢慢跟你说。你就是陈秀？是什么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。过来。他当时被灌了麻醉药，但还是救了。然后。
我就对他有了好感。爹，这几年找你比武的人全被我干掉，只有他给我留了一个乌眼青，但也是一个幸福的乌眼青。虽然吧，手段有点下三滥，不过他还是我的意中人。爹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他打我。哎，你干什么，梁云飞？我爹可是天下第一，你找死啊你！别打了你！我爹都不要还手了！别打了！爹，干！别打了！少了就是你这天下第一！别打了你！梁云飞，这人我可都给你带过来了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大脸！这又是陈秀家呀，这也不大呀，这啊，这烛台有没有人擦呀？你家丫鬟这干啥吃的呀？小仙儿，我快打败陈秀了，你可要说话算数啊！元妃，你这是耍我你！陈秀老贼，金银到当年和你比武落败之后去了哪里？我们是他的三个徒弟。询问他好久，你快些告诉我。你当年和师傅到底鄙视了什么？一定是用下三滥的手段。你快说，快说不说？快点说，快点说，快点说，告诉我，快点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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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是，别敢打我！我进来进来进来！站住！给我打！啊！我天！哎呦，小心！别碰到我！哎呀！干，我的天哪，你答应我的大闸蟹呢？你看我像大闸蟹不啊？那不知道乱成啥样了，可别在这胡乱了。嘘，夫人，主人，不要有这副主人。母亲，有么子好处？你救我，我给你大闸蟹。头撞的疼不啊？就你这样还救我呢啊？你不嫌丢人呢？螃蟹！哎，婆婆，螃蟹钻你裤裆里去了！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让陈秀跟你们说吧啊！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知道你别来，知道，你能不能听我说话呀？怎么好，你这小脸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啊！这个天敌，我还给你。我晓得的，我他妈骨头也劫飞了，我不能承认了。不是飞哥跟你说了吗？我要考验刘雨飞呀！飞哥，我从来都没有说到过飞哥。
爹，你是不是吃了？我什么时候吃到过鸽子啊？鸽子早就飞给你了，你没收到吗？这个老太太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去哪儿？我可以说话了吗？去哪儿？我这这哪儿？一直以来啊，我呢都暗中观察你们。哎呦，你家的烤鸭真的好吃，人品跟武功更是上乘。这天下第一之职啊，暂时就交给你的。你一定要做的比我跟陈秀更优秀。再见。我不行了，我承受不了了。师傅，云飞，你要记住，天下第一不应只是以武功高低论英雄，侠义之序与品德才是衡量是否能够担得起天下第一这个称号的标准。你要好好努力，我等你成为真正天下第一的那一天。就是个大草包，快去瞧一瞧，天下第一谁知道，一把天涯刀，和我江湖走一遭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不浪滔滔，妹子肯定不知道，小伙为了你宁丧黄泉都愿意，运早已注定，谁胜谁负天知晓，打不了从头再来走一遭。人在江湖飘呀飘，只恋回一招，老爹叫我要低调，打不过就跑。人在江湖飘呀飘，做人要低调，功名利禄都不要，肝胆来相照。江湖浪滔滔啊，妹子不知道，小伙为了你呀，宁丧黄泉都愿意，这命运早已注定，大不了从头走一遭。江湖浪滔滔，妹子肯定不知道，小伙为了你宁丧黄泉都愿意，运早已注定，谁胜谁负天知晓，大不了从头再来走一遭。